最后我们增加一个项目，大家捕上来的虾的同时呢，挑选一个自己认为最厉害的虾进行对决。对，斗虾。对，虾，感觉有一个互动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吧，斗虾，斗虾，来，每人挑一只。这虾咬人不？咬。咬。这是大的呀。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就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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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这个了，这个胸。好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挑好了。我觉得刚刚哪个爬出来了就拿哪个。那爬了第一次就再厉害的。你看，你说这肯定，那就这个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 ，OK， 哎，就他吧。凌云，这个都是爬了一段时间了，没力气了。我们要选那种袍子大的，挑只虾王。这只厉害，来吧，开始了，前锋，来放到桌上，哇，把人家钳都钳下来了，行，来，好，前锋来，我们来三个一起，来，放这儿了啊，好，三二一，走 ，Round One， 哇，你那个也太大只了吧，这边要，哇，我们这边厉害了，哎，好，我这个厉害啊，我们也起来了，亮翅，别跑，别跑，别怂，不要怂，开始碰瓷儿，睡什么睡，起来嗨，夹他，夹他，好，他要走了，好，打下去了，打下来一台 ，Round Two。你看你的箱子退，他彷徨了，他恐惧了。这时候经纪人说：“你往前走一步好吗？你往前走一步好吗？人生有些路需要别人推一把，需要别人推你一把。指点，你看还在往后退，你要面对你还想不想接活了？以后来，哦，给自己毁了啊！对不起。”我们的虾王，虾王就是风云组合的这只虾。